都好唔捨得，就前港都 U23 嘅成員咧就係黃俊軒，佢最後一隊效力嘅球隊咧就係深水埗。好啦，紅色波衫屬於呢邊嘅香港隊啦，唔著白色戰咧就係今日香港隊嘅對手阿富汗國家隊。但中堅就換咗一個，就謝家強啊打翻正選，就取代咗咧就係上場波啦。哇，個頭髮都非常之型仔啊，染咗一頭咧就紫色頭髮嘅余偉廉。即係謝家強今日就正選中堅搭住咧就馮慶華啦，門將亦都有咧就係黃振鵬啦，取替咗佢咧就傑志嘅隊友咧就保羅嘅。列表一立轉身係咪老先啊？哇，三個咧就香港隊成員圍住你先啊！如果成功啊，就偷走咗希達利個波。再連續打個快速反，睇會唔會真係再放啲高波埋佢啊？有啲甩漏啦嚇。咁啊，身形方面就187cm。咁上場嘅比賽對越南佢都有上陣㗎，當時係6月1日嘅友賽。咁啊，佢近呢十年都喺咧就係丹麥嘅唔同嘅聯賽度效力嘅。呢個波放翻埋禁區裏面啦，好安全嘅，就角球都唔使輸啊！漸漸知道佢哋嘅打法咧，都比較定啲啊，同埋個信心咧係加強咗啊！係，同埋阿富汗國家隊方面啦，都可以有啲球員嚟自五湖四海嘅。咁好多都唔係喺阿富汗國內嗰度長大，所以話好多細細個已經跟隨屋企人咧。似乎佢嗰個打入去嗰啲波咧就比較即係唔係咁準啊，同埋啲默契好似爭啲咁啊！睇翻香港隊啦，咁啊亦都好足夠時間後邊啦，可以啊組織個波上嚟啊！好啦，羅子俊咁啊，中間嘅球員就安永佳就走咗出嚟啊，所以斬唔到埋佢，三個埋咗佢噶啦，可以呢個波有機會就出到啊！冇錯，呢個波出得唔錯嘅，哇！呢啲波出到埋你，相當毒啊！呢個球波嚟自咧就魚子南一下大對角，好靚45度角嘅一場。但係佢細佬方面咧，就今期就淨係喺初選名單出現，咁最後決選就唔見咗細佬個名。嗱，再睇翻啲球波啦，扯大到個靚，其實呢個落點好陰濕添啊！咪落點又真係唔錯喎，再嚟手榴彈咧掟到埋嚟禁區裡面，哎呀，左個解圍省輪彈翻轉頭。你見中場咧，即係有幾個球員咧，即係可以箍住個波啊！咁啊，對手咧都即係驚咧，香港隊打到個反擊過去啊嘛，所以有少少咧，佢哋都係比較後啲啊。好啦，呢邊有啲機會啦，右手邊空曬，但係呢個波冇罰咧。哇！呢個波如果俾到嘅話咧，魚子南喺右邊啊。係，但係叫胡新呢下落腳都幾清脆啊！話偷走咗一隻羅子個波，再嚟多次啦，魚子南少少咧只腳發先，然後底線刮個地波埋嚟頭柱落，咁咪即刻咧一步不翻走先啊！咁照隔呢場波，香港隊會咧就多咗前打到主攻啦嚇。咁睇下呢場波係真係做唔做到啦。咁暫時咧就喺進攻上面就好過上一場波嘅，特別喺右手邊啦，見到阿子俊啦，再加埋就余子南嘅合作啦，唔錯啊！暫時我頭先亦都叫余子南嘅疊壓，好啦，黃子俊彈翻埋嚟中間嘅位置，俾翻咧就黃蓉再轉翻埋嚟鏡頭嘅上方，哎呀呢波尺寸上咧有少少大力咗啊！就阿富汗比較慣常用一個招數先啦，呢邊有高延智回翻轉頭先啦，咁啊穿喺23號戰衣啊！咁相反咧，就近年喺唔同嘅球會通常佢就24號仔嚟嘅。無論而家喺南區啊，或者以前傑志啊、東方等嘅年代，甚至乎飛馬年代，好多時候都係穿嚟一擊就未見到咩特別大嘅成效嘅。好啦，再轉翻埋嚟左手邊嘅位置，呢邊攞翻定。咁啊，阿胡爺扯翻埋嚟中間，落點就麻麻地再嚟過啦，食住個身位先啦，睇你點做，再彈翻落去。咁但係呢波就俾唔穿啊！好啦，到我哋港隊打反擊咯噃，挨住個右路嘅位置，上嚟個推又走咗，但係唔成功啊！轉頭嘅時間去到埋嚟禁區頂，睇你點做，再撞埋嚟中間，幾次啦喺禁區頂位置想做啲咧就策應啊，嗱都唔成功，但係呢次又圍得翻住個波喎，嗱暫時兩隊波都幾多誤傳嘅，阿月左手邊嘅位置再回翻就兜翻中間，但係再區啲波埋去嗰啲球員嚟嘅，個同咧就右手邊希達利嘅打法有啲唔同，希達利就叫做一個咧就幾純正右翼啊或者右中場打法嘅球員，呢邊撐翻出嚟先啦，阿志俾到上去。呢邊王威就會換腳照你啊！1-0啊！王威搞掂，王威入波，真係認真威威喎！犀利啊！真係，我諗我哋大家都非常之興奮㗎啦！咁啊喺個距離上面都幾遠㗎嚇，咁一搓之下攞到個大威就右腳擺翻門將嘅右手邊貼住網仔搞掂，1-0領先。咁我哋講咗一個好嘅開始啦！呢個波食得好硬喎，似乎當年激勵對方，激勵自己嘅士氣。咁對方被激勵㗎，講真啊，因為而家佢哋輸緊一球波啊嘛，佢哋都要攻㗎啦。因為賽前咧，佢哋嘅教頭就講到明要劍指三分，而家落後緊，所以佢哋都冇得守㗎啦。好啦，彈翻轉頭就左腳扯翻埋嚟中間禁區頂嘅位置，頭槌解圍先，再送翻橫先，呢邊都係唔去住啊。
再 send 個長波轉翻方向，羅子俊黐到落嚟啊！我試下呢下一黐落嚟，即刻對面咧就快步啄走先。係難攞嘅呢個波，不過就喺攞嘅時間就甩咗少少腳啊，就俾人哋包咗埋嚟，都唔錯啊！即係對手其實就人多喺度，不過就追人就唔算話追得真係比較貼啊。咁啊，亦都見香港隊呢場波咧越踢就越有信心啊！射埋咁啊，有啦，兩球啦！呢個波轉身都見佢啲起腳啦，已經。哇！柯銘佳啊，我哋嘅靚仔球星。上場嘅比賽，坦白講就機會唔多。呢次咧，隨住球隊領先之後咧，就頂隊上面嘅士氣啊、信心都好曬。呢下真係個波又有勁度，又有角度啊！完全個人表演嚟講，我明界靚波，同埋好啦，兩球一轉身，我下冇腳影足啊！兩球都係遠射，係啦，兩球都成功收射到對手門將阿斯斯十字軍。睇翻眼鏡啦，羅子俊一耷轉身，避過兩關靚曬，羅子俾翻上嚟，中間特登留靚曬，然之後咧就同埋一隻四兄弟姊妹就一齊去咗丹麥嗰度做咗呢個難民，而家就喺瑞典揾食，即係長期都係喺北歐嗰度生活嘅呢個門將人。再剔翻上嚟先，左手邊位置，古爺去到添㗎啦，左腳彎翻埋嚟唔成功啊！俾對面咧就係馮慶華成功爆翻先。咁而家就壓翻前啲啦，見到壓富汗嚇，因為始終話輸緊你係最理想。咁當然啦，嗰場嘅比賽叫做熱身賽啦，提升狀態、試練戰術等等。今場波正式比賽啦，要讚下，即係見到個成效啦，出到嚟體能 OK， 戰術用到，亦都做到個逼搶同埋個侵略性。咁我估計暫時打到嚟31分鐘，即係港隊嘅球迷又好啦，或者我哋主帥安達臣都好啦。暫時都收埋背景啦、睇法等等啦，好細心呢個教頭刀。好啦，坐後腳先，再扯翻埋嚟先啦，唔成功啊！暫時防守上面我哋都唔係太大問題啊，咁啊都幾好啊，都幾有紀律嘅。係爭啲咧就喺個越位上面就報錯一次嘅啫，但係嗰次都冇事，安全達陣嘅。好啦，我哋係咪可以打反擊呢？咦，呢下有啲犯規嘅情況喎，見到啊！爭少少啊，詹攞到就打反擊啊！咁啊，見咧就阿普柏斯啊搏到犯規，呢次啊左手邊位置吸定咗，好啦，壓到埋嚟咁多時間點做？右腳射門，射近處但過唔到咧就黃振鵬啊！咁啊，壓住個左路位置，起到腳就嚟自古爺。靚仔小心響到啦，包括咧就王威啊、阿威威，加埋呢邊咧就安永佳啊、佳佳，23分鐘同埋27分鐘，兩個勝士叫做咧就係路易莎 Wolfgang Lusa 就嚟自咧就奧地利嘅朋友嚟嘅。主教練咧，周安達就係前挪威國家隊前鋒球員。啲又影住咧，就余之南喺度先啦。啲夾當過嗰只，咁就如見啦。早年主要咧就最勁嗰陣啊，向余遠嘅發揮非常之好啦，同阿梁能仁啊、姜榮耀啊、阿劉榮業等等。好啦，呢邊咧再一下、哎、呀再打落去先，有冇事？呢下就就冇事。係啊，阿余子南啊，咁啊同對方嘅碰撞啊。咁啊呢下都有啲驚驚地嘅，老實講，見到就後備上陣嘅穆沙維，咪對住阿余子南，係噶啦，問嘅下半場係多咗依一種咁樣嘅，即係喺禁區度搏嗰啲噶啦，係咪啊？佢係咪都插水噶啦？嗱，根本好就冇出腳啦。嗯，依個波啊擺明想推嘅時間咧，搏你出腳就自己跌噶啦。咁啊好在就收到喺啲位置就轉身嘅希達利嚟嘅十一號，哇嗱嗱聲個波已經開咗過嚟左邊，控曬喎中間冇人掹佢嘅。好咗呢個波就出埋嚟嘅時間係阿余之南係頂到個波，哇！直情係追唔切都幾危險啊！呢個波如果俾佢出到埋嚟中間，好在余之南個位咧就啱啱封咗個位，就頭槌頂咗波出界先。呢邊十八號咧就係穆沙維啦。咁依家都係喺荷蘭嗰度生活緊嘅。咁突然間就斯和利 U21， 喺左手邊嘅位置啦。頭先再區個波埋嚟，啱過唔到余子南，呢啲就國內聯賽效力緊嘅球員都係未能夠歸隊報到。余子南呢個東方龍獅嘅球員，咁所以月底就佢哋啦，東方加埋你埋，都會咧就踢亞協杯，到時候會喺泰國舉行嘅賽事就係、是，又係呢個芬德卡蘇啊，好啦，得過頭，去唔去到先啊？唔得啦，孫明謙。咁又都有高波埋嚟啊！門將都可以輕鬆沒收嘅，都幾好嘗試呢個波啊！雖然就比得係入咗啲咁啊，但係都係一個唔錯嘅組織嚟㗎嚇。好啦，呢邊啊放一個長傳上嚟，好嘢！一邊嘅就係余子南啊，雖然就好似睇落去追唔到個波咁啊，但係最後都能夠踢咗個波出界先，搞曬佢又得得唔好啊！真嘅個波嚟啦喎，冠人眼落風梁冠聰，哇！兩個名都壓曬穩添啊！好，再做個短波先，立得翻先嘅。
馬永嘉回翻轉頭咧，就係牛峯再轉向呢邊拖花春照你啊！哇，係魚子男嚟嘅喎，冇錯，魚子男啊！值得一試啊！呢啲波真係打得好喎，我所以都即係對佢評價今日都好高啊！即係其實近呢兩場都見到佢打得好㗎啦，喺右手邊對馬來西亞都係好嘅，咪有助攻，咪有防守，夠勤力，機會啦嚇，睇下開成點啊！麻麻地嘅喎，反而咁樣危險，個波食住個位先，後邊再射，哎呀，咁樣俾人咁樣衝埋射到嘅，突然間俾翻後邊啊，哇，一腳掛網啊！落亞追翻球喎，好啦，嗱，賽事掀起高潮咯，呢個時候，你都好近啊，呢個波都好射添啊，嚇，因為佢俾得係好油啊，同埋唔係話好大力啊，所以啲波咧咁多人喺落亞踢緊咧就巴林嘅甲組聯賽啊，咪踢緊巴林體育會。上一場波佢哋熱身賽對越南嘅時間咧，佢係正選，亦都係以隊長姿態上陣啦。當時佢係打中堅嘅，踢足全場啊。今場波就打翻個防中嘅位置。下半場明顯地就壓前咗噶啦。而家仲有7分0鐘，就係呢場比賽裡面嘅高潮啦，真係，因為暫時定住一球嘅啫，我哋港隊。佢頂住你，同埋今場波都打得好好嘅魚子男啊，壓住個右路。大鐘咧仲有就7分0鐘嘅咋，加油啊港隊！壓住個右手邊先，你可以唔使急住嘅。大返埋禁區頂嘅位置，對方搶到你嘅皮球。好啦，到返白沙方面嚟嘅反擊有啊！好啦，可以慢少少，係啦，可以用下個波先。我哋唔使急住嘅，我哋又唔使急住嘅，其實嚇可以定多少少，我覺得有罰球啊，咁就唔怕啦，吹罰咗。係啦，定啲啊！見到我哋港隊嘅成都話隻手勢定啲定啲啊，淡定少少先。我哋頂埋佢得㗎啦！好，跑翻轉頭先，頂埋佢啊！呢邊阿桑代隊長，唔好俾佢斬啊！馬人嗰人埋逼一逼佢係啦，有氣有力嗰啲高波頂曬佢殺曬！哎呀，呢個位置好嘢，落腳落得準啊！最後呢個波都攞得翻，好嘢帶佢出嚟。哦，反而呢個反擊都機會啦 ，keep 住個波啊！就算唔入都呢個可以唔好嘥咗啊！好啦，左手邊位置俾翻咧，仲安永佳入到埋禁區，左個遠處位置點得啦？哎呀，慘啊！呢下呢個就原本就人多蝦人少噶，即係我哋攻勢上面都唔緊要。雖然呢下安永佳橫傳俾唔到自己有，但係最緊要一樣嘢，這個攻勢完咗之下，賽事亦都已經完全完咗。香港隊旗開得勝啊！西非你啊！咁當然啦，馬對面阿富汗下半場都叫做一陣力戰而敗啦，都叫做臨尾加咗一陣頭進落啊，追翻成1-1比較接近嘅比數，咁所以難怪佢哋球員賽後方面都相當之失落。係啊，見到佢哋教頭諾斯基亞似乎都唔係咁滿意。咁但老實講，優勝劣敗呢場比賽，我哋見到我哋講嘅發揮的而且確啦，係比阿富汗踢得好，尤其是喺上半場添啊，就比阿富汗發揮得好之餘咧，仲係有幾多嘅埋門，同埋咧亦都入咗兩球波。下半場就好正常，就話個發揮咧，一定係贏咗波隊咧，一定係守噶啦。咁啊，輸咗波嗰隊咧，一定係攻你嘅。但係好在咧，香港隊能夠可以頂到啊，下半場啊頂到落尾啊。